出发。来，我先选我导航不？哎呦！哎呀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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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别走。徐正的声吗？我先别走，哥哥，哥哥，啊，你先换成那个小团团。哥哥精心挑选的。不行，不行，等一下。没事。你看看雪琴现在都跟林志玲、欧阳娜娜在一个级别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，快点换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猎琴。让我忙着的话，把我关了也行。关了，关了，关了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可不行，可不行。有没有人管他们？开着我们的高颜值东风标致408X 出发了。这儿还有呢，这是商务。哎呀，哥哥，还没结束呢。没有，哥就是讲究一个实在。明白，明白。哎呀，人家买一回，我给多送六回。其实研究研究这咋开点风？开风？嗯。这样就有风了，这样更有风了，这样风更大了，这样你看看，你嘴是真碎呀，真是太聒噪了。不是，我感觉咱姐不说话，其实上都能一直撑下去。这有点像我前两天看那个厄尔纳河畔，他们就是逐山而居嘛。嗯，没少看呢。这玩意儿看啥都不行，不经意的展露一下，展露着一下，表明一下。对，这羊有点像我最近看那个喜羊羊与灰太狼。哎呀，哥没少看呀，哥。你这羊有点像灰太狼，主要是。这个树林就想起了光头强。哎呀，哥看挺杂的。哎呦，这个牛好悠闲。那咋牛还能忙到起来呀？不是，有忙到的牛，也有没拿笔记本就是大事儿。这雨米地，也有忙到的，开会还抢票的嘛，那牛。哎呀，画不到地上，好累呀、啊！好累、啊，跟自动车好累、啊。我带了口香糖，有没有不用嚼的那种糖？也有。我要不嚼的。我要嚼的。你看他俩字儿也挺多、啊，我要那种先得含一会儿，完了软了之后才能嚼的那种。哎呀，终于有点吃的能堵住嘴了。哎，你倒最好要的是传军哥跟鸟鸟。鸟鸟，我想看他俩谁先跟谁说话。对，就他俩，就他俩。我是鸟鸟，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、编剧。嗯，那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吗？30岁，女性，普通。我就是个普通人，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北大学子。我还挺喜欢聊天的。嗯，你喜欢聊天？对啊。准备出发，全程38公里，大约需要1小时10分。建议走右侧车道，两百米后向左前方行驶。你好像也没带很多东西啊，就一个小箱子。对，就一个小箱。进入环岛，请从第二出口驶出。今天天气挺好的。掷地有声，两个人说话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好在雪琴老师永远坐在我们的车上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红绿灯那块儿有违法拍照。红绿灯那块其实是有三个人在车上。是是是是是。前方右转。哎呀，有牛。哎呀，这个牛毛的，这个牛毛的，这牛毛的，这俩赶路赶的，这牛。哎，那你平时跟鸟鸟咋相处的呢？他老怼我，他是吗？他有时候那个嘴损起来堪比雪琴，
什么叫看美国？我很温和的。十七个人啊，能刻薄过来吗？太太，你定个方向吧，太太。肯定得挑战全美呀。新的权力中心肯定是国立老师嘛。国立老师是权力中心，国立老师的爪牙就是周一围。行，这样，咱是你的爪牙，对，咱们跟他们制衡。您觉得国立老师会搅动桃花坞的局面？我不认为他会搅动，因为他应该是比我老奸巨猾一点。我并不是说张国立圆滑，老头是个好人，啊，也非常简单。这次我会绝对不说张国立的任何一句坏话。哎，我们停车拍个照片吧。不停，不然这一辈子你都没有。不可能，咱们在雪山下面看特精彩。人生这个角度，不用。你听我的，你别闹了，真的，人家拍着那边全等着咱呢，你要注意一点。哎，你们不是说随？你们跟我说的是你想干嘛干嘛吗？不行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停车拍一张这么美好的照片呢？嗯，这个角度要是我告诉你，有的是角度，你就走吧。咱们那个在山脚下都能看得见山，可漂亮了。哎呦，美景不可辜负。嗯，这要不宋丹丹跟着我，说什么我也停下车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作为一个新牧民，我稍微的尊重你。你听我说哈。待会儿咱们那地方全看得见，而且非常不是这个角度，不是这个角度。到那儿等着咱们去开会，因为光线和云随时都在变化。但是你不着急，我们每天都会看到。你们也觉得有点恶心吗？有点晕吗？还行，你现在来的有点晕，有一点点。孩子有点晕的缘由，可能就是因为你那个缺氧，你吸个氧气吧。赶快拍！哎呀，我好希望这也是个红灯啊！有的是景，每天都不是一个角度。但是如果你漂亮，如果你对每一件事的每一个角度都感兴趣的话，那你的人生会花费在大量的时间，花费在角度上。你不用说服我。好吧。我看这样的时候，你让我心里舒畅点，不成吗？好的。来一个，我拍好了发你啊。嗯，你看，哎，云又上来了，小心羊哦，小心羊，小心羊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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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狗，哦，小狗。哎，就是之后到桃花坞了，我每天去陪你找不同角度，陪你出去溜达。我也陪你。好，我也加入。哎呦，好，咱们这一家好了，人叫了。我现在还真有一点一家子出来旅游的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开着车自驾游，但是一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吵架，我们俩就不吵架，我们俩关系真好，主要是我特别让着他，我真的是让着他，所以我们两个就算了就。我告诉你，所有的车哈，你看那些新物，你都不知道多尴尬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最和谐的一家人？我们是最和谐的一家人。那个不好意思，忘了问他空调怎么开了。小宋为您服务，还有什么需要请及时说。别，我这一下受宠若惊的，这汗毛都起来了。你就叫我汤汤就行啊。你们看，哦，感觉离山越来越近了。对。拐弯的时候很危险。对啊，但凡有些人技术没那么好的话，哎呀，这话你能夸的我。是不是？好，汤汤加油！不要鼓励我，我会飘。你别飘，你飘之前你跟我说一声，我先紧张一下。我没想到，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公司的，就我觉得他之前都不一定会知道我。谁开车啊？来上车吗？他是赛车手呢。啊啊！我当时心就融化了一下，就觉得好可爱啊。咱仨是一个公司的。